那么今天首先要讲的呢，是我在这里面最感兴趣的啊，不是 Alex Webb， 是这位 Richard Mislarch。Richard Mislarch 呢，是1949年出生在美国加州的一个摄影师，也是被誉为70年代那批摄影师当中最伟大的一位啊。那在这本书里面呢，他回顾了他长达50多年的摄影经历啊。在今天这里面呢，我想跟大家分享我读这本书以后的几个想法。首先呢，他在他回顾他的这个职业生涯的开始的时候呢，就专门讲到了这么一段哈。有很多人问他说，我想成为一名职业摄影师，但是呢，我家里呢想要我去考法学院啊，我很纠结哈。那米斯拉奇就回答他说，那看来你就会去考法学院了，因为如果你要去从事摄影，把摄影作为自己终身的这个职业的话呢，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你必须是拥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激情，你需要有非常大的勇气，坚持不懈，希望去拍摄、去记录、去发现，这样你才能把摄影作为自己的一个终身的职业。他说，你必须非常的去渴望它，非常的有这个冲劲去做它。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摄影师单靠摄影他就能养活自己，所以呢，有些摄影师在做自己的项目的同时呢，他实际上还有其他的这个兼职的工作，比如说他是做一个时尚的摄影师啊，他是做一个图片编辑啊，他是做一个 reporter 啊，或者说家里有矿啊，诸如此类啊。那么只有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养活自己。那养活自己当然是必须的，但如果是仅仅靠养活自己呢，你是没有办法去在摄影上取得突破的。那也就是意味着说，你必须要依赖内心非常强大的这个动力，你才能克服在生存生活上的一些麻烦、一些困难，去把自己的这个摄影的这个生涯往前推进。这个呢，我是非常感慨，因为有很多的小伙伴跟我们在聊的时候呢，都会谈到这个问题，说那我也很想做一个摄影师，但我怎么生存下去呢？我靠什么吃饭呢？实际上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除非你有莫大的这个勇气，有很强的这个信念和动力，能够支撑自己不断的往前，那这样的话呢，你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有前途的摄影师哈。让我很感动的事情呢，是他在书里回顾了他早年职业生涯的时候做的第一个成功的作品，电讯大道的凌晨3点。这是他的一个就是反映电讯大道在皇后区的一条黑人为主的一个街区的底层人民的这个生活状况的这么一个纪实作品。那么他在做这个纪实作品的时候呢，他曾经往返在这条路上反反复复，大概拍了好几年。那他觉得拍的已经差不多了，然后呢，他就去给他的老师，当时的他的一个指导老师去看，就觉得说，哎，我觉得这个项目差不多了。然后呢，那老师看完以后呢，就跟他说了一句话，就是你再坚持6个月。然后他当时就很不理解啊，觉得说我已经把我能拍的都拍完了。我觉得那地方已经没有什么好拍了，那为什么还要坚持6个月？他说你再去试试看。所以呢，他就听老师的，然后就继续在这条大街上游走，去访问那些贫苦的黑人。那有几张呢，他突然发现说，他是在半夜凌晨3点的时候，他在这条街上游走的时候拍到的一些作品。然后他就非常有感觉，然后他就
不断的在晚上去拍摄那边的这个黑人啊，然后把这个作品进行扩充。然后他后来最后他果然坚持了6个月，然后就会发现说这组他的这个作品里面的绝大部分精彩的这个作品都是在这个6个月里面完成的，他就非常的感慨说，当你已经觉得差不多的时候，你再坚持一下，说不定就你有会有新的这种突破和发现。那对于这一点呢，我也是非常的一种感慨。有时候其实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呢，实际上是会发现会碰到一些瓶颈，你会发现你在这个项目里面再也没有办法去突破下去了。你拍完了所有你能拍的或你想拍的那些东西了，好像差不多了。被老师这么一提醒呢，说那我再坚持6个月看看还有什么新的突破吧。哎，还真是有。那这件事情呢，也提醒了我们，所有的东西在你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你再坚持一下，就能柳暗花明又一村。有时候瓶颈往往是取得突破的前夜啊。当你觉得很难的时候，觉得差不多了，完了，已经没有办法再突破的时候，这恰恰是你 level up 的这个前兆。然后你再努力，再坚持一下，哎，你就会有一片新的这个天空打开。第三个问题呢，在书里谈到了他的器材，在那6本书里面，Mislachi 呢是谈论器材比较算是比较多的一个啊。他在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电讯大到凌晨3点的这个项目里面的时候呢，他其实是用的黑白的胶卷，哈苏500的那个相机，大家知道6x6的那个500的那个相机。所以他当时呢，一直是坚持6x6的这个方画幅，他觉得这个画面比较容易构图。那他有一次呢，突然不小心有一张胶卷可能是漏光还是拍坏了，他裁掉了一部分，那么这张底片呢就变成长方形的了。那他突然发现说，哎，原来长方形也是很好看，它更有利于展现一个比较开阔的一个场景哈。那他后来就开始就不再坚持6x6的画幅了。有一次呢，他参加一些聚会，然后把他的一些作品呢，做成小样呢，做一个个人的小展，在一个沙龙上面。那很多朋友看了都很感兴趣，然后其中有几个朋友跟他说呢，你这个照片呢，挺好，就是太小了。他说你应该放大，要大才会有更多的细节，才会有更多的信息在里面。然后他也觉得，好像的确是这样子，然后他就改成大画幅相机，所以他后来一直是在景观拍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是一直坚持在他的项目里面运用8x10的这个大画幅相机进行拍摄。他真的是觉得说，如果当你需要更多的信息，然后那你这个照片的这规模就要进一步的加大，然后这样才能就把你想表达的那些内容全部装在这个里面。那同时呢，他也是受到萨考斯基以及同时代的像埃格斯登这样的伟大的这个摄影家和评论家的影响，他也开始从原来的黑白转向彩色的这个拍摄。他也是认同说，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彩色的，我们还是要用彩色的这个照片去进行还原。那对于米斯拉奇来说，他很坦诚，他说以前是用中画幅6x6的，那后来变成8x10了以后呢，实际上他是换了一种表达的语言。这种表达语言，他需要去适应、去琢磨、去尝试、去接受。那慢慢的呢，他就会熟练的运用8x10的这个语言去进行拍摄。那这件事情呢，给我也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就是我正在从中小画幅转向大画幅的这个拍摄的这个转换的这个过程当中，那就像他说的一样，画幅的扩大，它能够给你带来巨大的无穷的这个信息量，它的高分辨率的这个底片能够带来巨大的对于一个场景的一个凝视和还原。那么这种新的语言，它和135相机的拍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那表达的东西也就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需要去学习的。
在书里面呢，他谈到了他最为有名的代表性的这个作品啊，就是《沙漠篇章》以及他的续篇啊，《边境篇章》这本啊。那这本呢，就是他的一个代表作，《沙漠篇章》The Desert Cantons。Cantons 呢是一个意大利的这个术语，然后其实称之为诗篇。那这个诗篇呢是一个文学的这个表现的这个结构形式。然后 Mislach 呢借用这个诗篇的这个形式呢，他受到了启发呢，就是他在这个里面呢，他用篇章的形式啊，第一章、第二章，他分了好多章。然后这些篇章里面呢，每一个篇章呢，专门去讲述一个他想表达的一个元素。沙石，比如说里面有一个篇章是专门讲火的啊，它沙漠的这个荒野之火，有一个篇章呢专门是讲水的啊，是讲洪水，然后有一个篇章呢是专门讲那个美军的这个导弹训练基地的那些内容，实际上是跟弹药有关系的。那么这本那个篇章呢，实际上它是Misaki 花了很多年不停地在美国西部的那些沙漠地带以及在埃及的和以色列的那个沙漠地带呢进行了一些拍摄，主要强调的呢还是希望能够通过沙漠来表达人类对环境的一些关系，它对环境的一些破坏改变和环境反过来影响到人类的这么一个命题。但他的景观拍摄呢是受到了罗伯特亚当斯这个影响。那么罗伯特亚当斯呢，他拍的这个西部，他和安塞尔亚当斯的西部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拍的是那些受人为干扰影响改变的那些景观，而不是纯自然的这个景观。 Mislach 的这本画册呢，其实也是一脉相承的继承了罗伯特亚当斯的这个作品的这个本质，只不过区别在于它是彩色的。那这本作品呢非常的成功，然后呢他用同样的手法，他去到美国和墨西哥的边界那边做了这么一本厚厚的啊这么一本边界诗篇 Border Cantons。 那 Border Cantons 呢是可以理解为 Desert Cantons， 就是荒漠篇章的这个升级版或补充版。它的技巧更加的娴熟，它的关注的内容更加的丰富，而不仅仅是单纯的景观。然后呢在这本画册里面呢，它还收集了很多在美墨边界收集到的一些小东西啊，一些被废弃的一些人造物。然后呢请了一位音乐家呢，就这些人造物把它编织成一首曲子。然后进行一个跨界的交流和互动，非常有意思，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两本书啊都是 Mislach 的这个代表作，当然他还有这个石化美国的还有后来一些其他的这些作品啊，但这两本是最富有代表性的这个作品。但他也受到了很大的一个争议和批评，说他想要表达人类对环境的破坏，提醒人们对环境引发更大的关注。但呢他把这个被破坏的这个场面呢拍得太好看了，太美了，就像一幅画一样，没有有人会觉得说看了以后没有起到这个警醒的这个作用啊。实际上他也在这个书我们这本书里面呢他做了一些解释啊。首先他认为作为一个摄影作品，它的形式上的美感必须要成立的，它不能是一张很丑陋的就无聊的通过你的语言来阐述来解决它的观念成立的问题。首先它是要吸引大家去看，所以它必须把它拍得很美，它在这个美学上它是成立的，很漂亮。然后在看了很多的这样的照片以后，才会让大家在脑子里去反应去思考，提出这些问题，
让大家引发他的这个关注和讨论。那是说，如果你这张照片毫无美感，人家他看都不来看，那你后面的需要引发的讨论就不会存在。那最后呢，他在他的这本小册子里面呢，又专门提到了关于设备怎么看待胶片和数码以及现在的这个手机摄影的这个问题。老爷子今年已经72岁了，他还是在孜孜不倦的进行创作。他从最早的这个黑白胶片，后来变成彩色大画幅胶片，后来他改用数字后背然后最近他又开始迷上了手机摄影。很有意思，老爷子是不会去排斥那些新的这个事物不会去坚持说我曾经是一个黑白胶片摄影师，我就一直要坚持下去，没有，他热情的去拥抱新的这个数字技术。然后呢，就说到设备的这个问题呢，他建议你只带一只镜头，一台设备，一机一镜，然后呢把它拍到非常非常的这个熟练，你就好像成为你的身体的一部分那样，然后再去换一个重新进行学习，而不要一次性玩很多的这个镜头和相机这样会沦为器材党的确是这样子我们会往往会受到很多的诱惑和干扰，然后希望这个也想玩一下，那个也想玩一下，但实际上最终呢，其实没有去很好的去运用这些镜头来创作出自己很好的一个作品。那米斯拉奇认为呢，一个镜头，一个画幅，一个焦段，它就是一种表达语言。135/35mm 的这个镜头，它和4×5和8×10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那如果我有很多很多机器，每次出门都要纠结一番怎么办呢很简单，他说你只要闭上眼睛随便去拿一个就可以了，然后坚持把它拍完不要三心二意我今天带两个看可以换着拍并表。对于数字摄影他的是什么态度呢？他认为就好像彩色摄影在上个世纪70年代被逐渐引入到正统的主流摄影当中，逐渐被接纳一样，数字摄影同样的也会被主流的摄影所接纳，所以不用去害怕，不用拒绝，要去拥抱新的变化，勇于革新自己。他觉得手机也是很方便，也能出片然后数码也很方便，他可以很快的得到一个反馈，然后大大的提升你的时间和效率。所以不要去讨论到底是胶片好还是数码好，到底是这个数字单反好还是手机摄影好，只要它能够为你服务，达到你想要达到的那个目标，那它就是一台很好的工具我觉得72岁的老爷子能够有这样开明 open 的想法，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重要的不是设备本身，重要的是我们头脑里的想法，你的表达，你的表达的手段，用趁手的工具能不能把你的想法恰如其分的表达出来，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以上几点呢，就是我看这本书的想法和收获，那么在这里呢分享给大家。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下一次我能够把剩下的这个5本书给讲完。好，今天就到这里，拜拜。